家乐家族？因为觉得这个家族啊，他们的气氛很欢乐，而且都很有爱。他唱歌的时候，大家都很人来疯这样子啊，大家唱歌都很好听，所以我想加入这个家族。我玩欢歌，其实我很不喜欢加入家族。那因为我跑包厢的部分，我也不喜欢等麦。那因为我加入你家乐呢，是因为我们的房主喵喵。他真的就是还蛮吸引我，他对我们每个家人都很好。然后我玩八年的欢歌，我真的觉得你家人就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家族，这是我想加入的原因。我是因为我的妹妹有在玩欢歌，然后她也在米家乐，所以她有邀请我进来这个家族一起玩。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姐姐啊，所以我们是一样的，都是被邀请进来的。对，谢谢。我的话就是我有一天去洗头发，然后就那个洗头发的阿姨就说，哎，你长得很可爱，你要不要加入？然后我就加入了。但厉害耶，他1000多个粉丝。哇，对。在现场你觉得有没有最幽默最好玩的成员？哪一个？这边就是他，对啊，他本人，他本人，赤心小姐，赤心小姐姐，他是最好玩的，他的绰号就是风神，他是我们家最好玩的家族的风神，对，不是台风的风，是风神。好了，够了，死他，死他！我来讲，我是米家乐第一届的风神，你看，我是欢歌主持人，再来我也有直播，那我是走谐星的路线，刚好我们的主持人妥妥也是走谐星的路线，没有，对吧？人家是优质主播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他跟我们家族的副组长妥妥跟我一样，都是走气质路线，所以我们两个还蛮合的，还蛮合的。那我们报一下 UID， 让大家对 UID 483031。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的副组长妥妥，因为他很会带活动，然后带领整个包厢的气氛。对，那让就是每次进去看到他主持就觉得很愉快。就是家族的每个人，因为米家乐就是整个气氛氛围都很好，然后大家很团结。对，那每次进包厢都会觉得是开心的。那你们有没有在家族里面发生过一些有趣的或特别的事情？应该也算是生日趴吧，因为我刚好是这个月份的寿星，然后，蛮感动，就是，对，有他们有记得，不是，他们有记得我的生日，然后就是我也其实蛮低调，没有再特别再跟他们讲，这样，就是大家都有记得，然后有线上祝福，其实就是感觉蛮温暖的。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在欢迎那个小地区？哎，赶快讲，那边去，赶快，拿出来。我的是演员，你的呢？我的话是那个一念封神，早安跟巩琳娜。哦，很厉害。我的是王菲的如愿，因为有上官方的推荐。我记得那时候是我那时候不是家族的，然后我那时候唱那个小手拉大手，然后后来妥妥就问我说要不要进去家族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。那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小游戏，我会出一个字，然后你们要讲这个字的延伸。第一个问题是笔记本的笔，3、2、1，笔雷，好像不太一样。怎么样？笔雷，我们两个一样。笔雷吗？他是笔雷。啊，等一下，这是默契大考验。该我们默契。哦，要到现在是比默契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默契。没关系，我们下一题。好，下一轮。下一题是球。3、2、1，躲避球，太明显了，太明显在穿了。第四个，那个老鼠爱大米的米，来3、2、1，米家乐，这样很棒，这次很棒，超。超派啊，都没有这么好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美，三